请问怎样称呼你啊？我姓高。啊，高仁正。高仁正啊。今年66岁。啊，你还没有吃 transfactor 之前，你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血压高。啊。有风湿骨痛。嗯。我无意中中风了。啊。跑去专科医院。无意中给医生发现到我肺部有肿瘤，然后证明是癌症吗？啊，证明医生跟我扫描，证明我是偏色中癌症了。他就快快叫我要去电，那时候是2月4号我进医院，啊，就是今年啦。今年2月4号开始啦。啊，然后像我医那个中风的，到2月8号我就出院。天色医生就告诉我，你快快要回来电疗。但是隔了一个月，我都还没有去电疗，也没有给专科医生去医治。像我的女儿就拿到这种美国的产品，粗鲁啊！啊 ，transfactor 咯。啊。啊 ，advanced formula。粗鲁的产品。啊。拿回来给我吃。嗯。啊。我起初好像普通人一样，一天吃4粒。我怕我自己本身像多毛病，可能不能够接受。但是吃了一个星期后，我能够接受，我增加数量来吃，啊，吃了我的体重每个月都重了1kg。OK。啊，这样证明我的病情没有恶化。没有恶化，还有是说你的皮肤啊，之前。我的皮肤之前是风湿骨痛。是那个内固醇，往往皮肤我蚊子咬到或者什么，我就手机抓，就红红的血印出来了。现在吃了这个粗鲁美国的产品，变成完全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还有那个肿，还有那个肿瘤啦。啊，那个肉瘤。肉瘤。我手上的肉瘤。啊。现在最后一粒了。哦，之前有很多啦。啊。这粒很硬的。啊。原本，啊，现在吃了几个月，就差不多软了，要好了，没有这样大粒的，啊，这项的手，原本有一粒很大粒的，啊，现在已经平了，已经好了。证明这个美国产品粗鲁啊，transfactor 啦啊，它的保健对我们有疾病的人是很有效力啊。最低限度我吃了几个月，我的癌症到现在再去照 X 光也是同样5个月前这样，没有扩散了，没有扩散，受到控制了，也没有大，没有增大，证明能够控制，现在你身体觉得怎么样？很健康，很好了，很好，精神很好了，精神也很好，好，谢谢你啊 ，OK， 谢谢。